怎么了，帝皇王？莫督察，小心身后！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攻战技能发动，武器强化。停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如果我没记错，这家伙是三阶变异生物，血尸巨蜥。多亏有职业技能强化武器，否则还真是砍不动他。好快！帝皇丸，吸引注意力。虽然力度不小，但还不够致命，必须攻击他嘴里的弱点才行。再来！这家伙故意把嘴闭上了。帝皇王，叶明刚才说这怪物的弱点在嘴里，有什么办法能够得到吗？那是。这家攻击范围太大，没功夫给武器充的，真是没人。不好，他想撞过来。叶明，让开！是他。不是吧？居然直接用钢筋扎穿了，这女人的力气到底有多大？哦，谢谢你，帮大忙了。不用客气，之前你救了我一次，现在咱们打平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现在需要优先收集的资源，你就当成是一种特殊的石头就行。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？这东西有什么用啊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你接下来准备去哪儿？有人在旁边的学院等我。你呢？要回保卫局吗？我的同事为了阻挡怪物全部牺牲，现在想回也回不去了。那要不要考虑跟我一起走？末世这么危险，咱们一起行动，生存的几率会更大。叶明虽然做事有些激进，但并不是个善恶不分的坏人，而且似乎对这些怪物还很了解，是个可靠的人。好，我愿意和你组队，但并不代表完全听你命令哦。如果让我干坏事，我绝不会答应。没问题。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莫燕。二位相处得很不错嘛。什么人？小子，你死到临头了，我大哥指明要做了你，乖乖束手就擒吧。他们是谁？我之前打败了两个想要绑架女孩的匪徒，看来是他们的同伙来报仇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畜生，快放开我！变异狗，还敢分心？上的都好快，完全不给我机会啊！喂，说吧，你们为什么来杀我？五哥说，你害了我们兄弟，而且还要和我们抢地盘。你这位五哥，现在在哪儿？就在学校食堂里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去会会这个五哥。一个人？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对付几个流氓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况且我还有帝皇丸。只吃这点饼干，根本就填不饱肚子。哎，梁初音，你那个包里还有别的食物吧？快拿出来。没了。骗谁呢？我都看见了，你不会是想独吞吧？丽丽，你冷静点，剩下那些是留给叶大哥的。姓叶的把我们丢在这里，一个人到外面去，现在说不定已经开溜了。你胡说，叶大哥绝对不会做这种事。丽丽，梁小姐说的对，叶明他不是那种人，不然也不会专程回去救我出来。陈老师居然跟外人站一边，真是靠不住。如今我只能依靠我自己了。臭婊子，这
仗着有那个夜明撑腰，就处处针对我。哼，喜欢守着那个破包是吧？那你就去地狱守吧。初夜，我这是在哪里？